双击。这个大鸡排整整花了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啊。三家铁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免费的双击？双击过500，我老公说明天再来一个。敲一个发财哥，下个视频拍照啊。双爆，咱家老铁都说我飘了，最近不怎么吃辣了啊。咱们加辣，觉得我够拼的，给我来个双击。哪是辣，咱家老铁说了，只要我一口能吞两个头就给我两个双击，真的吗？我来了啊。给我妈了两个双击。老头呢？小样，你还给我藏起来了，露他。给个双击。这个视频只要一个双击，能吃辣的双击。大海螺啊！哇塞，太烫了！哇，王，够拼的，来个双击。这是一个烫秃噜皮的老头。马上直播开始，大家老铁们，我来啦！大家没有直播，有没有想我的？老铁们，过年了，今天晚上来做两道菜：香辣扇贝肉、红烧八爪鱼。速进直播间，我来啦！老铁们，这次小鲍鱼可跳不起来舞了啊，咱们吃个肉吧，吃肉好了。小鲍鱼的肉，抓点肉，这酱别吃。咱家小鲍鱼排练了好久，来给咱家老铁跳舞了啊！
如果跳起来了，请给我个双击。嘿，这夸你一下啊，给你点个赞啊，给你点赞啊。哎，白排练了。老铁们，马上直播，小星星来啦！马上开赞啊！直播间吃五角星爆头，我来啦！老铁们，马上直播开赞。露个哈喽，加热当中打卡。这是一个听声音的视频，是啥呀？穿个小裙子，迷你八爪鱼啊！马上直播，宝宝们表演个一口焖啊，加点辣椒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吃法吗？大葱蘸，老铁们马上开灶啊！先吃个龙虾尾。咱马上直播。这边有虾呢。老铁们开龙头了，见开龙头双击指，今年都能买到自己满意的座驾。哎呦我去，看看这个黄啊，这里面这个脑子黄。宝宝们马上开播，直播间造这个大鸡排，还有这个是什么蟹，还有龙虾尾大虾，来喽，造。老铁们今天咱来烧一个大帝王蟹。哎呦我倒了，哎呦看看这帝王蟹大不大。马上直播，马上开灶。直播间爆头。